来吧，家人们，今天咱们做的是金针菇炖粉条，我家一个星期能吃八回，跟我学会这道菜，你能吃八碗大米饭。首先，我们准备一颗金针菇，切掉根部，开水下锅，咱们煮至一分钟捞出备用。锅中加油，放入葱蒜辣椒，来点生抽，放入我家清水，放入金针菇，放入提前泡好的粉条，加入老抽调个颜色，咸鸡精调口，放入韭菜段，咱们炖它个三四分钟。家人们，阿豪主页更新了400多道家常美食，每一道都非常的详细，都适合在家里面做，能不能用你发财的小手帮阿豪点个小红心，就给一个吧，感谢你了。